接下来啊，就是关于就是食物的关系。我们总是要知道，我们众生啊，在饮食上面，总有我们好多好多的想法跟执着。如果老是这样而不肯处理，不知道怎么修，我想，大概成佛是很遥远的路啊。那所以在这上面，我们基础上要有一些清净的正见，知道这些啊如何跨越，那才好修行啊。就是我们如果在食物上面取用不当，或是我们身体法服上面处理的不当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横死，也就是它会有暴毙的机会。那我们一般人并不了解，那佛呢在这上面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他说出来，让所有的大众能够有个遵循的准则。第一，请大家念一下好吗？是为了饮食而贪食。哦，就知道其实这个食物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，但是你偏偏就是因为习气使然，非常的喜欢它，所以不断的吃它。比如你是血脂肪过高。过度肥胖、高血压，可是你就非常的喜欢吃蹄膀，这样知道吧？那你再也忍不住了，你每次就是要这样，终究你可能真的叫恨死啊，这叫暴毙，没有原因的突然死亡，这就是食物不对。那有的人呢，阿拉讲了讲未听，知道吧？有的人呢，比如说你不能够吃甜食。那曾经啊，就有人这样，他不能够吃甜食，因为他有糖分的问题，然后也不能吃太油腻。可是每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啊，他家人就守着他，就把那个月饼藏起来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实在忍受不住了，他家人呢晚上出去，哦，他就赶快把那个月饼掏出来，就。大快朵颐，狠狠地吃他3个月饼啊！一刚就在床上再也没起来了。像这些情形啊，都是时而可闻的啊，就是有一些那种习气使然，你明明知道不行，但是你就忍不住。好，来第二个遭恨死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知道要节制，纵使我们是吃正确的食物，也是要节制啊。那这种呢，在以前呢，就看过一些不是，就是他不愿理性的接受人家的这个谏言。我记得以前在乡下海边呢，那海边是不是都很冷啊？很冷啊，冬天呢、这个偷海狼哈，他们就是有要出去捕鱼的日子哈，就出门去；没捕鱼的日子，就2个工作，一个叫跋筊，就是大家哈没事干了、就聚赌。那很冷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喝酒。就是煮那些让自己吃，但是有人呢，就跋筊拢不困，回去就好好吃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些酒啊那些，那有可能血压高啊、心脏麻痹啊、过度劳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就是不知道节制的意思。如果在饮食上面不知节制，都可能引发。啊，所谓不是正常的运作，而恨遭死亡。那有时候你可能是吃正确的食物，但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啊，人讲哦，这足好的呀，啊，这都咱都加加一寡。像有一种食物是不能吃很多，可是大家都觉得很好，叫白果。白果知道吧？不是现在银杏啊，大家都哦，吃这通火咯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看你有病啊，无病啊？你如果是肝有问题呀、
你凝血已经不好的人呢，哦，那哦，这就好，这健康食品，因为姐姐，如果你今天吃很多，啊，你今天有一个小伤害或怎么样，它是没有办法凝血的。所以有的你要知道筹量，你要知道那个，这个那种，节制啊，啊，这个有人呢，他吃，哦，热天呀，足热足热呀。哇，这个火气足大呀！啊，要啉一下苦茶啊，啉个500cc， 1000、1500安尼，做水安个管，马上会有问题。啊，有的人说，哎，我欠啥，然后就吃过多，还是会有问题，过于不及呀、啊。像食物这上面呢、啊，要有一些理性啊，啊，要有一些理性。人补啊，都食到一边去，食死也较济，以后又搁唔知。好，第三，内食未消而食。好，内食未消而食就是没有消化，然后就一直压上去，就一直在吃，在吃，在吃。所以永远都唔知饱，唔，永远都唔知枵。有一个人就一定是安尼，叫做皇帝。以前的皇帝啊，这个福报好啊，所以每天中。就是每天的饮食啊，是百味俱足啊，可能就是所谓的那种叫什么餐啊，满汉全席，对不对？那每天呢、啊，就是随你挑，看你要吃什么，即使从来没饿，那怎么吃也不会好吃啊。所以人讲啊，哎呀，知枵知饱啊，安尼囡仔知枵知饱才饲会大，啊，人嘛爱知枵知饱。啊，这个循环才会好。啊，如果你从来就是一直填，一直填，啊，一直塞，一直塞，一定是会出问题的嘛。啊，这个很显而易见的道理，显而易懂的道理。好，再来第四。食未消而食补出。哦，这个九女最行了，这样知道意思。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其实还没消化，那你就是给它挖出来，你就给它挖出来 吐掉，你可能有抹一些你的想法。这有的人啊，去用请还是怎样讲啊，这姐姐没啥好啦，还是够一摊减两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情形啊，喝酒也是一样啊，再喝一喝把它去厕所挖掉，有没有人这样？有，还有一种病态的减肥，他想要减肥，又很想吃，又怕胖，吃了三寸舌根，享受了，啊，赶快给他吐出来，不会胖。很多人是这样啊，这最终啊，他所有食道的东西都是逆流的，他没有办法，哎，把不掉啊，然后呕吐，一直呕吐之后，东西进下去是往不能往。下腹走的，他气上逆啊，这种都会一定会出问题的。这呕吐是必要的时候，当然是要吐啊。那如果该泄的东西、该出来的东西要出来，这肠胃道有一些所谓不应该，就是滋长的菌啊，或等等啊，或是它需要消化吸收，你都没有让它走完全程。很多毒也排不出来，很多营养也没办法输送，啊，只是在这个地方就怕胖，啊，就把它挖出来，这一定会恨死的。有的人节食啊，想饿的想吃啊，吃了又弄给他吐，到最后呢，就是会出问题啊，你的节食嘛而死的啊、哦，那古时候就有这种情形，不是现在才有，所以呢，九国英雄啊，跟那个陪酒的小姐。他们就常说，他们都要把引吐，这样他才不会醉。好，再来。一消引出而降食。好，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是不是要正常的代谢大小便？那如果说你就是不正常的压抑它，应该要出来的，你憋久了。一定会有副作用，就是比如大便的话，它本身有很多的秽物嘛，有毒嘛，
所以最后是不是就有大肠癌啊、哦？那有的小便你憋憋，如果说当然了，我们有一些功能坏掉的，射护腺肥大，它尿不出来，尿不出来最后是不是会胀死，会爆破的？所以会不会死？会啊，那个是疾病的状态。啊，有的人憋尿就憋习惯，憋习惯就是没有知觉，那很多的毒会在身体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该出的而不出，你的身体就是个垃圾堆嘛，垃圾场，早晚呢也会出问题。有一次呢，在医院呢看到有一个女众啊送来，她说哦她快死了快死了，她好痛苦哦，整个人都快爆了。那医生呢就查，怎么查就好像看起来她是身体的反应各方面都好好的。那医生想说啊，他就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就给他说，你去照一下 X 光啊，胸腔啊、腹腔啊，什么都照 X 光。啊，照了 X 光出来之后，就发现他一肚子大便，一肚子大便。啊，他都说快死了，医生就问他说，啊，你多久没有上大号啊？他说我忘记了嘞。他说他忘记。医生说你就是那个就胀胀胀胀胀到那个整个身体都很痛苦啊。他说你就是没有上大号，你就觉得你要快死了，他呼吸也呼不起来啊，怎么样吃不下，整个人就是没办法安住。那医生就说你就明明没大号你才会这样。他说没大号我常常也没大号，也不会怎样啊。哦，那个医生就是叫那个护士就给他通肠啊，就是用那个灌肠啊，哦，灌好久好多次啊，才把那个一肚子大便给弄出来，啊，弄出来弄了半天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照顾老人家啊，那个刚好在旁边，弄了半天一肚子大便弄出来之后，一个啊，以前就亏我还会不会来瞪，这有人是憋到这种情形啊。有一个高中要考试的女学生呢，她住校，她本来在家里啊都是自己一个卧房啊，自己一个厕所，她去住校之后就不习惯啊，不习惯跟人家共用厕所，她每次要去上厕所都有人，于是她就一直憋，她就礼拜天上完了在家里如厕完之后就进了学校的大门，然后就憋一个礼拜啊、一个礼拜，然后回家的时候他都吃不下，他脸上就长了好多好多的痘子，嘴巴好臭。他的母亲就跟他说，你怎么变这个样子啊？他说，因为我在那边上一号我不习惯，因为厕所不是我们家的厕所，所以我就憋，憋到第三天就完全没有大意了。憋第一天第二天还有大意还要憋，第三天完全没有大意，一直要到回到家里来在使用所谓的灌肠的东西。啊，那个母亲呢只要他回家来就开始在目击了大便的事情。一直到给他弄好了啊、健康了他又去学校。就这样一整个学期。后来听说去切了一段肠子掉。那有一天他完全是没有办法运作，太痛苦也痛啊。那医生说他某一部分坏死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恨死是有道理的、啊。你憋大小便就是会这样嘛。而且憋一憋器官会坏掉。小便的器官憋久了会坏掉。大便的器官憋久了坏掉是不开门了。这个是会死人的。这跟食物有关的。再接下来。食不随意。就是你知道你的疾病应该有忌口。可是你没有照着你应该的办法去饮食它。啊，这种是很多体气的人啦。很多体气的人说啊，这什么病我都没在管这啦。哦，哪管齁都上不集中啊。其实就集中你要爱吃的啦。什么叫做不集中？有的人是解释错误啊。那你应该随病，今天你如果肠胃炎的话，那你应该怎么食要随这个病的发展，是不是要吃没有油的？24小时让它肠胃道清除嘛，对不对？
那你要说啊，我都没在禁忌这啦，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不跟着你的病下去调理，那一定会病情加重的嘛。这个意思啦，食不随病很简单。再来下一个，随病时而不愁量。好，有的知道说啊，我这个病，有的应该要吃这个，不能吃这个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希望自己快速的好。快速的好，然后就这个上面不知愁凉，不会节制，就猛吃猛吃。所有的食物跟药物其实它都有心科，它都是有心科。食物是温和无毒，但是有些食物它也有它的特质啊，有特质。那所谓的药物跟食物的区分是在于药物它单一的作用大，它不能够平常就在正常状态使用它，这样身体会有造成行科。那这个就叫药，就是有病的时候它强力的作用。那所谓的食物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取食，能够滋养我们色身可以运作。但是食物如果你懂得调理它，我们所谓的食物就叫药食啊，药食，也就是它能够治疗我们的饥饿，让我们的色身得到健康。但这上面呢是配合的刚刚好的。那所以你如果说知道你现在有这个病，那应该吃这个药，你其他都不涉猎了，正常都不要了，你就只吃这个东西。那久了这个东西累积的过多。那像很多人都知道，如果你在吃高血压的药，你不可以吃那个什么柚，葡萄柚。你如果在吃阿司匹林，不能吃某种食物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好，比如说你现在有高血压的疾病，你知道，哎呀，降血压的东西啊，很简单嘛。哦，我们都知道降血压的这样，哦，啊对，油啊啊那加啊这物件啊那加，你就过量也是致死的。这样的意思。好，再来还有吗？懈怠、该吃而不吃。该吃而不吃，懒惰啊。这有没有人这样子？有的人想着家了干嘛叫神呢？所以有一些应该要弄对的就要弄对。但是这几天呢有看到一个少妇啊。他刚生了娃娃，那小孩子一岁多，那他就说，哦，我那小孩好麻烦啊，每天就很饿啊，一直跟我要食物，一直要食物，我好累。那我说，那你都给他吃什么？就白吐司啊，白吐司跟稀饭，他就这样，哦，稀饭，白吐司。那小孩子就一直饿，就一直跟他妈妈要。然后要那晚上要睡觉，奶他还想喝奶，他妈妈就给他塞奶，塞奶下去喝完之后，在睡觉的时候，因为奶水喝过多，他也因为一岁多应该也要不一样的食物，于是他就胀气，怎么样翻来翻去，要不然就是他小便，于是又不好睡，可是又饿，就一直哭，那第二天又一直吵着吃，他妈妈就。我好累啊，我累到哈，他自己去买便当回来吃，给他女儿就是吃白吐司跟稀饭。啊，那小孩子就一直饿，就一直吵，他一直吵就一直烦，一直烦就说我不想哦，我实在累到要煮个稀饭给他吃，都嫌甜啊那样。啊，这样那个小孩子会活得好吗？为人英文的靠腰啊，知道意思吗？他永远是饥饿的状态啊。饥饿是躁动难安啊，饥饿躁动难安，再更严重一点就四肢无力了嘛。啊，四肢无力，那当然最后是衰竭啊。我说你那小孩啊，你再不好好调理他，你再懈怠下去，你就不理他。他以为说啊，我又给他吃啊，那塞了不就肠子会饱吗？如果人呢，需要什么样的营养，那你必须调理是理性的，不是为了贪婪啊，不是助长他的贪婪，你应该给他，那他才会稳定啊，他才会 OK 啊。
那你试看看就知道。你今天比如说你是要劳力工作者，你就应该有一个相当分量的食物，质量都应该是符合你要付出的嘛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你工作起来也不会有它的效能，那你身体一直在这个饥饿的状态，它需求啊，它会一直发出讯息的，你就会躁动难安呢、啊。那你吃的时候就觉得不饱，虽然说你有吃一些食物，可是它没有饱足感，它没有营养分。所以像食物的概念呢，食物的概念它有好几重啊。第一是适时适量嘛，那第二种是这个分量够而没有营养嘛，啊第三种是营养太满了太多了，这个都是叫不健康的饮食呢。哦，你适时适量都是 OK 的，其他两个就是过于不及嘛。有的人是不是吃的好多好多都吃垃圾啊？对，那你要看啊，你真的吃得好，你真的吃得好，整个身体健康根本就不会再去想到吃，就真的是这样啊。像我们出家人的话，最重要的一餐就是五斋嘛。那你五斋哈，我们自己就尝试过啊。我们五斋啊，那今天啊，这个五斋是正常的，那你就把它吃完之后，就没事了，连想都不会去想到。想都不会去想到食物，所以这些食物是不是很容易超脱？啊，营养均衡啊，你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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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挑啊，哎，就什么都吃啊，都吃下去，好了，没事了。那如果说好，你今天你吃的分量不对，营养素不对，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贪婪的哦，而是在讲说正常的这种状态之下，那你都不对的时候，你下午就得啊、哦，好饿啊，那也没力。对我们都有家，你是不是有起念啊？是不是会起那个念去思维食物？你怎么好修行？你真根本就是自己给自己太多那种空档的机会，太多缺失的那个点啊！那如果好好吃一餐，好好哎，其实我们这个胃是可以商量的，它是会养成习惯。吃食物是会养成习惯，你问那个吃宵夜的人就知道。有时候到晚上，其实你已经很胖了啊，其实你也不饿啊，可是就是嘴馋。吃宵夜的人他就很明白，就到那个时候就想吃，不是肚子想吃，是思想里跟嘴巴想吃那个感觉。那你修行人吃斋其实就是习惯问题。你今天哈、啊，像出家人呢、啊，他们一定就是没有，我们没有晚餐嘛，除非生病的时候，那是特殊药食。啊，如果没有，你习惯了，你晚上给他吃看看，你都没困嘞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要休息啦、啊。那你这样给他加了很多食物，他就不能休息呀、啊。你不能休息，你就会很不舒服嘛。就好像很多他就不会去睡觉，那你要做住香啊，你要什么东西啊，他都会很多其余该反应的要反应，大小便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其实像照世尊所讲的饮食啊，但调配得当，那你要均匀，然后你在这里不拣择，食物的营养就能入。那这上面呢，该吃的时候就弄好。你一次把它煮完弄好，比你一天吃三次煮三次来得愉快一点，来得比较省事。好，这是给大家做个参考。哎，第九什么？无慧，没有智慧。刚刚这个懒惰，其实懒惰也是没智慧的一种啦。啊，所谓的没智慧就是。就不知道怎么调理。那我们这一个愿呢、啊，并不是说要教大家会煮饭，而是你要有正确的般若智慧来观察，来做正确的事情啊。比如你今天八十岁的老者跟这个八个月的小孩，食物是有点雷同，但是
雷同的部分就叫软石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也可能是流质，但是它的成分取向却不一样。因为80岁的老者，如果他是以疾病的状态，他有的东西要补充，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营养素要补充。可是小孩子他8个月他是要发展，他不能够过那个质啊，太浓是不行的。那我们古时候弄毛几股啊，那发酵的时候呢，你要加了什么是不是熟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太补了，他没有办法消化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智慧啊，你不能把它等同来思考。那身体啊，有的人是火大，就是他热度高的那种人，那有的人是水大，是水分比较饱满的那种人啊。那你火大的人给他吃炸的东西看看，那叫没智慧，对不对？而水大的你每天就给他喝很多很多的水，虽然他会需求水，因为他习惯，但是呢对他来讲其实是不对的。那这个上面就是一种智慧，所以身体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上面呢， 你完全要随顺，然后有般若智慧，那该怎么样才能省事啊？那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九个都讲完了吗？所以如果我们对食物啊要打破这个迷思，那这个药师如来啊，他都是用善巧方便来给众生，给他饱足，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要带引他能够进入修行。那这两面，这里面啊有几个名相啊，我们有整理出来给同学做参考。第一个叫恶业，其实恶业只要略读经典，受持一两部之后都知道，就是善业的对称，也就是身口意所造乖离之行为，就是违背正常的礼法的行为，即指出于身口意三者之坏事、坏话跟坏心等，能招感现在与未来的苦果，通常指造忤逆跟十恶等业。其实哈，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饿了，肚子饿了，那要求这个食物，也不要去造恶业啊。如果是我需要食物，也不要造作可能感召未来苦果的那种方法去得到这个食物，它终将有果报的嘛。像我们一般人，有的人生病啊，这是一个概念问题哦。我们生病是不是会有一些调理？那医生都有两派啊，有一派讲，哎呦，啊你这破病病到这吼，啊都唔免阁看啊啦，爱食啥就食啥啦。啊，这咱拢知影这讯息，就是讲你活无久啊，释放，让你得到某一种满足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呢？有的人呢，他比如说身体有疾病，然后家里人呢，这是一个想法啦，这个想法。啊，家里人呢就会心里想说，啊这种不要吃，啊那种不要吃，啊那种有毒，所以要这个强迫这个病人去吃这个照顾的人心里所想的这个食物。啊这是两极化嘛。啊有的人就认为说，啊你吃啥齁，吃什么东西啊，这个病要吃什么东西啊才会好。所以食物的概念呢，其实在每个人自己抉择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前提，那个前提如果我是病，我是为了要病好，可是没有去想到果报问题。其实他没有想到果报问题，如果你有想到果报问题，那么你就会调理食物而尽量不造恶业，不会去杀害众生。那调理你的身体，是荤是素，你也会尽量吻合，不要所谓真的去买来杀。我们现在是公平的说啦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他就认为说，我这是业果病，所以我就是坚持要吃素，我不要造恶业。当你的内心决定了某一些以什么为考量，以什么为考量，它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。比如说你是以修行来讲，那有的医生跟你讲，啊，你贫血，你不能再吃素，
那你一定要吃某一种特殊的食品。那你如果以这个为考量，你当然就会接受。那你如果说好，我以因缘果报为考量，我不杀生，我一定要如素，那么我就是想到我修为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想到我的修行，以法身慧命的修行为主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果报你还是在受啊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受果报？你这个病可能没有如医生所说的那样子的调理法啊，但是你的修为的道业也可能增长，但是你要消化这个身体带给你的苦痛，看你要抉择什么，这是自由心证啊。这样讲，我就看到一个女众啊，她贫血很严重，她的那个血色素啊，常常在五多六多，爬升到七多就已经很不得了的好啊，所以常年呢就是这样晕晕的，然后精神不济啊，我就觉得四肢无力。那医生就跟他说啊，他说你哦，这个身体哦，有一点特殊啊，他是镰刀型贫血。他说你这有点特殊啊，铁剂吃了也没有用啊，很多也没有用。他就跟他说，你开荤吧，他是学佛的。他说你开荤吧，他就说，没有第二种办法了吗？医生说所有的办法都试了嘛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开荤吧，你吃荤。他去佛前禀告佛菩萨，就佛前禀告佛菩萨，我借假修真了，我这个修行所致啊，我现在也不应该离开啊，因为我的小孩还小啊，理由十分充分啊。于是就跟佛菩萨讲，我身体好的时候我会回来再吃素。于是他就吃荤吃了半年，他吃半年之后，哎，血红素，哎，真的跳到十一耶！哦，家里人就说啊，都跟你讲嘛，你是好好好派去耶，哦，就是这样说啦，你是好好好派去，你看，你吃肉就好了嘛，你吃荤就好了，干嘛？成佛不一定是吃素的人呐，啊，嗯，其实成佛的人也没有跟你讲他吃荤吃素啊。是我们自己也有诶，对不对？修行还不一定爱吃菜。好，那他就乖乖的，心里很难过。那半年呢，啊，他真的跳到十一多啊。于是他就觉得说，那我应该改回吃素。哎，他改回吃素之后就滑楼梯啊，又下降。那家里人又开始骂他了，就逼着他一定要吃荤，尤其他妈妈爱他，他就心里就这样忐忑不安，他就心里想说：我所有的修行啊，难道都要靠一张嘴吗？我一边来杀生物，然后忏悔，一边来诵经，根本都叹不到报啊！他每个人有想法，知道哈？我真的要救助众生，一个都没救，先杀一堆，然后他就非常的痛苦。就在佛前，就在佛前说，果真吃素跟吃荤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啊，我业报身一定要杀众生来吃，我的业是病啊，可是我杀众生来吃，那是不是业上加业啊？他心里就这样想，是不是业上加业？那如果说好，我现在不吃众生，那我这个血红素啊，这么低，会死就给他死。他就心里这样想的。那于是他心就宁静下来了，他就不再为吃荤而感觉到难过，因为他每次吃荤就觉得他诵经啊什么都不够还了，他实在吃不下去。然后他就说会死就给他死，他就不理他了。哦，不理他，家里人呢气得跳脚，跨利亚那样那样那样，你都是没有好起来。他就跟家里人说：“命是我的，业是我的，吃是我在吃，命是我的，我要活多久，你尊重我吧；业是我的，
如果你说你可以帮我担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可能帮我担吗？我杀的全部都去找你，好不好？没人敢来应和呢。都没人敢来应和呢。那他后来就决议哦，他就决议，他还是吃素，但是比较乖，比较乖就是有一些素食也是能补血的东西，其实素食补血的东西还是很多啦。他就这样搭配搭配，人家后来修行好大的一个突破啊！后来他修行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，因为他不在色身上面去想了。可是他有，就是啊，这如病这样啦，就相应于他的疾病做一些调理，但是他没有增加所谓恶业的部分，他没有增加恶业，那身体也有调理到啊，啊，最后修行有所突破。他说，如果那个时候我还继续让我的心念在那边搅动，我相信我无法安住。他因为这个荤素的冲突。现在我们是平等的说，我没有说荤跟素怎么样跟怎么样，是你个人的抉择。他说，因为荤素的这个冲突，让我放下对身体的看法。啊，这个看法也知道我，他自己说，他以前啊吃素的时候其实是偏激的。他说，其实他吃素的时候是一种执着，他吃素就要吃到安尼，拢无油无臭安尼啦。本来就不错啦齁。吃到拢无油，安尼表示家己修行好。大家在吃黑，莫讲白，吃那个盐粿啊，或是配豆腐，安尼叫修行好。迄毋是叫做修行好，迄是要修行看尔。迄个叫做懈怠。那也叫懈怠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智慧嘛。后来他真的对色身饮食这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正念，不一样的正念，他能够修行维持内心的平衡，然后身体的比较差，因为他镰刀型贫血其实是跟遗传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地中海型贫血跟遗传有关系，那是业果，可是他没有增加恶业，然后修行后来在这上面超越。所以每个人怎么受持是看自己的。那有的人也是吃荤里面，然后让自己这个欲望上面有厘清嘛。所以这个上面来讲，你怎么样去看饮食，那怎么看你身体的适应的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你的过程。啊，这个过程要掌握好，不要懈怠，也不要没有智慧。你要有智慧，那你要做最正确的方式，而让这个饮食不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思考跟起烦恼的障碍嘛。啊，这样道业就能成就。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环境使然，吃荤如素，这是每个人有他因缘啊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吃锅边素嘛。那像这些因缘来讲，基础上你要能运转，但你的心是宁静的啊，在这里面呢，你一定要有回向心，你一定要感恩回向心啊。那因缘慢慢慢慢就会得到圆满，那你也不会局限在这上面啊，不断的起心动念而感受到痛苦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名相。这名相里面讲受持啊，他说，如果这个人呢，好好的专念受持药师佛的佛号啊，那这个怎么叫受持呢？受持就是领受于心，意而不忘。那这受持有分三方向，三方面。第一叫受持戒律，无论出家跟在家，一旦领受佛所制定的戒法，即需誓愿持守，不得有违。同学，我们来问一下，如果你有持戒，你有受戒跟没受戒，那犯戒他的果报重不重，一不一样？很多人都有这个思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讲重罪嘛，杀盗淫妄
这个四重罪啊，杀是不是很严重？那你受了戒之后，你再杀人，罪有没有罪加一等？有没有？所以有的人说，哎呦，修改了，杀人罪加一等。所以我们刚刚去修改，啊，你不是预测好你后摆要杀人？你如果既然去受戒，你心中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你有这个慈悲，你不会去杀人吗？那果真如果是所谓的某种状况难以控制，累世的业报，你是这个抓狂了，失心疯了，杀人的话，那是不是你有受戒跟没受戒，其实重罪都是一样有果报的？大家不要想我没受戒的话，那我就没有业果。对不起，你以前也没受戒，到现在还不是很多冤亲债主的业果，有没有？有啊。那你受戒之后有没有业果？有啊。啊，所以受戒之后他有心理压力，没错，真的是这样。可是他录像，我们现在把它跳清清清哦，走法是不一样。今天我受戒，然后我又犯四重杀盗淫妄，我是不是犯了？是不是罪加一等？我心里很惭愧，很惭愧。你明知故犯，是不是很重？很重，他的果报在地狱，会不会很重？会。可是因为你很惭愧，所以你出来的很快。那你今天好，你都没受戒，你知不知道这是错？可能知道，可能不知道。那你犯了杀盗淫妄，会不会有果报？有，他的果报还是在地狱，可是你不知道惭愧忏悔，你也不知道很重，也不能解冤释结，所以出来的很慢。所以有没有罪加一等？前面是有，可是因为你的惭愧心、你的回向心、你会改变的心，是不是很强烈？你知道过嘛？所以是不是出来的很快？所以按按来切记。到底是爱修改还是不修改？对，自由心证，每个人自己决定。像有的人就问这个问题啊，既然你们出家人知道这个戒律又犯这个戒律，那果报啊，讲这个果报真的，如果你受了任何的戒，你很清楚你不犯它，你是不是就防非止恶嘛？那你修行是不是可以比较稳定稳当？没有在这上面有太多的空间啊，是真的是比较好啊。那如果你犯了，那一样啊，你会快速去赎罪嘛。那修行人也知道啊，这个罪业啊要如何罪性本空，那罪相上面呢也有心理准备，勇于承担。所以原则上整个统合来，我们来讨论它，受持戒律是必要的。那受持还有一种叫受持经典，这十种法行之一，受持经典就是受学经典之际，发敬信解，以恭敬心阅读，并须时时奉诵意念，又信受佛之教法，称为受持佛语。信受某部经典，如信受法华经，称受持法华。所谓受持的话，就是你要不断的深入嘛，你要不断深入这个法义。那奉诵跟意念最主要先是闻呢，再来思嘛。那接下来呢，你受持之后就会修嘛，所以才会这样一步一步的进入。那有的人说我受持哪部经典，才一告咋个注意看一下啊，十五看一下啊，这种叫受持吗？沾了个名啊，其实没有真正进入那个教法的内涵。所以呢要信受某部经典的时候，那你要依教奉行，那你要根据这个经典里面所教的，一定是跟你相应，你才会受持，那慢慢就会在这里提升。那受持的第三种啊，这个叫受持三一，那这个跟各位是不大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啊
还是了解一下受持世事要览里面有讲，僧众得受三衣后，须依法于适当之时地穿着，就是时间啊、空间啊，你要去哪里应该穿什么，他都有明白。如入聚落听法等，得着大衣；于近处习诵等，得着七条衣；于任何处所，得着五条衣。这是出家人的三衣啊，就是做什么事应该要穿哪种衣啊。那其实第十二大愿就是在讲衣服的问题、穿着的问题。那为什么这个受持里面呢，就要讲到这些？其实基本上世尊就是要让我们修行人呢、啊，要修行的时候，十一是不是前面的两个住，就是住在僧团，行的话就一定有正常的仪轨，出家人哪里可去哪里不可去，只能要怎么样，那庄严。所以十一住行就是民生的四大要相嘛，十跟一是干系着我们生命存续下去的基础需求。所以世尊讲这么多饮食的基本规范，你若照这样做之后，那个食物啊根本就不会去想它，那衣服啊根本你又不会动念，出家人哪不得逼素爷啊，那哪有什么好烦恼的，出家人的衣服哪有什么好烦恼，你根本就不会在饮食跟衣服上面起心动念，多幸福你知道。这阵子有人就跟我讲啊，就给同学做参考啊，他说师父啊，人家就想末法不要出家啊，那出家好辛苦啊，道业不成的话哈，啊这个欠众生的啊，这个一粒米啊，重如须弥山啊。我说啊，你都无咧修，当嘛当叫对死。你知道出家之后多幸福，你知道吗？根本都不用想吃的。真的不用想吃的，因为就是有五斋吃的嘛。寺院里面它基础上你就一定有五斋，而且大众啊都是会吃成供养，而且都是均匀的饮食，这里也一样啊。你五斋你就根本就不用想，你在世俗是不是爱个欢乐啊，这个位有修理不，那会不会被老板炒鱿鱼，生意做得好不好，如果自己小本生意还要自己小本生意，生意好不好，那食物还要去采买等等，是不是出家人的时候多幸福你知道吗，多快乐呢，连想都不用去想赚钱的事，连想都不用去想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。同学你会不会想到今天中午跟今天晚上明天要吃什么，你会不会要想，那叫头壳疼啊。出家人都不用想，都不用想，你就是轮大了执事嘛，他都一定会有一个规矩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这样子啊，打板进去啊，斋堂啊，啊过堂啊，就这一份吃完了，没代志，没代志，每天的那衫穿下去挂起来，洗了挂起来，安尼嘛没代志，你看有幸福不？那人家说啊，你修行不会修啊，寺院是什么事情一大堆，出家之后就两件事。饮食食衣住行都不用想了，是不是就没事？再两件事，一个是自觉觉他嘛，也就是自利利他嘛。你所有的冲突，所有该修的，都是叫自觉的部分嘛。如果你拿来贪嗔痴，那就是要自觉嘛。你拿来造是非，就是自觉嘛。你今天如果说要领众啊，大家一起共同修行啊，有办活动啊，有佛事啊，是不是就是觉他嘛，就是利他的部分嘛，是不是只有这两件事，你看多幸福。但是如果你把它规范为哦不自由，这个也不自由，那里也不自由，那里也不自由，那真的是读错了。那出家这个也不能去，那里也不能去，也不能去逛街，也不能去看电影，没关系你去看啊，明天会上报啊。所有的一切是自己的事，你要明白这是自觉，生命你已经给自己很明确的方向，我这是要自觉的，那还什么自由不自由，那是心中的妄想跟杂念才会让你感觉到舒服，其他是不会的。
啊、嗯，那做一个名相叫法味，佛所说之法门，其意趣甚深，须细细咀嚼体得，方生快乐，故以美味辟之，称为法味。所以这个药师佛，事实上他的十一大愿是不是方便善巧？最重要是后以法味，毕竟安乐而建立之。这个毕竟安乐是不是在讲毕竟解脱成佛？意思就这样。所以佛的每一愿其实都是要带引众生走向佛道。